夜练动物都有伤害啊。我37的宝器力我咔咔爆啊。叶兰拿的披风猎弓，生遗物带的死绝缘，灵命的天赋258，面板敬仰第一。英雄母亲疾风剑，生遗物带两沉沦加两追忆，天赋9级一技能十级大招，面板是这样的。毕业草主武器呢？锦鲤剑，生遗物四草套。毕业九七人武器呢？铁锋刺，生遗物两流浪，天赋八级一技能，834的精通，完美毕业。雷神武器鱼货，生遗物四绝缘，灵命的天赋八级一技能十级大招，面板是这样的。毕业香菱武器疾风枪，生遗物带的四绝缘，天赋十一级大招，面板是这样的。毕业班尼特武器能木刀，生遗物四宗十级大招。毕业阿唐武器40级的锦鲤残章四封套，天赋命生。优秀这号确实不好打，拿什么打呀？你这几个角色，你哎，有记录啊？我们这下半场还不知道他用的是啥了，功能也不攒，一波循环没打好，要啥没啥，你扭着凹的时间还不如自己去提升一下圣遗物，还凑合吧，他伤害不是很足。下半场是什么？把充能别断，怎么着也得两刀，一刀是打不掉的。把大招丢了吗？怎么还有一个没打到啊？哎呀，真可以，这么演人吗？有点过分了，太演了吧？真的又啊！这小伙伴他是让我给他补12-1、12-3的星，他12-3阵容直接有，就直接用他12-3的阵容打的。你这号啊，能满星我也是人才。哎，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。看这一对伤害吧，先把他的盾给他破了，教练给他别大招爆，这老爆啊，这还可以，还得耶班特给大大招留着也行，是特别慢。不，下半场时间不是很富裕，九七人一个大招带走，别让九七人出来大招，伤害差一点，把充能一定要攒好。有能耐你给我个大招，再见，下 go easy， 有时就这么简单。